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辣椒足球推进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天小辣椒给大家带来第二场分析：德甲，拜仁慕尼黑对阵云达不莱梅。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拜仁慕尼黑近期半大能力强劲，近32场比赛多达30场半场有球，球队进攻端给力，但其实防守端也有问题。客队云达不莱梅，德甲中游球队，该队防守问题不小，本赛季整体表现有所提升，目前暂居第9位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2.75球，想要获取最终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划着划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